这个王翰是红河村的村长。红河水被污染，他一直冲在陈情抗议的最前线。刘玉海，我刚才从公民资料库查了一下，应该是红河村的村民，但在 N2X 的案卷中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资讯。他表面上和本案似乎没什么牵扯。如果这些被刻意留下的线索都是与孔茉莉或者说红河村水污染案相关的，你不觉得牵涉的人有点太多了吗？而且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明朗，尤其是孔茉莉的意外死亡。假设海奥森真的有灭口的计划，一定是要悄悄进行的。一下子牵扯这么多人进来，就不怕计划泄露吗？而且孔茉莉只是一个普通的记者，想对付她不用这么大费周章吧。与其在这里猜来猜去，不如直接去找木子悠问个清楚。我送你回家，我们叫外送吧。虽然我很想吃你煮的面，但忙了一整天，你一定也累了，还是下次吧。小声点，有人跟踪我们。别紧张，正常往前走，有我在呢。听脚步声，不是成年男子。我数到三，你往前跑，我来制服他。准备好了吗？一、二、三。刚才听脚步声，我还不相信，结果真的是个小孩。
看到了吗？10分09秒42，比你快了整整3分钟，认不认输？现在该告诉我了吧？你为什么要害进大数据中心？孔茉莉的案子到底有什么疑点？你放回房子里的那些证物线索都是哪里来的？还有那个藏密桶，密码是什么？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我说你这小孩，男子汉要愿赌服输。刚刚说好的，谁输了谁就回答对方的所有问题，明明是你输了好不好？我们不是有一堆问题想问这个孩子吗？但他怎么都不肯开口。我就跟他打了个赌，哪知道他耍赖。谁比较快破解大数据中心的初级防火墙？你放心，不会对大数据中心的系统造成破坏的。我挑这个也是想放个水，毕竟他对大数据中心的系统更熟悉嘛。
帮妈妈报仇，我就告诉你们藏蜜桶的秘密。木子悠，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青山快死了，他死了，妈妈就要永远被人骂了。你们要的东西在藏蜜桶里，帮妈妈报仇，我给你们东西。